关掉美颜，关掉滤镜，关掉瘦脸。还得亲一口，亲一口吧。啊，不给亲是吧？接下来我要教你们如何征服一只哈士奇。滚！亲一口。只要你手里有刀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还给一个鸡腿，一个辣条，你看你吃哪个吧？辣条来口吧。吃鸡腿啊，来给你。剩下多一个鸡腿，一个辣条，你看你吃哪个吧？来口鸡腿不？这大鸡腿好吃着呢，香着呢，来一口。吃辣条啊，吃吧。让你吃鸡腿儿，你非吃辣条，下回咱不吃了行不行？骗狗子吃药呀，来哈根吃，吃吧，看到没？是不是一下就吃了？是不是一下就吃了？滚！你能耐了，你好了，换下一套方案啊！看见没？这是第二套方案，来哈根吃吧，大鸡腿。哦，哎呦！看到没？看见没有？是不是吃了？我就问你厉害不厉害吧。三、二、一。我是个背的泰山，抓住爱情的藤蔓，听我说。下雨了。明天去玩啊，好不好？下，你看看，你过来，快点来，你看下雨没有？你快点，看看，你看看，快点，快点过来，来，快点，看看下雨没有？你看看，你看外边下雨了没有？对不对？下雨了，明天带灯去玩啊！哈利，起床了，快点，起床。三声数啊，一、二、三，过来！你们不养狗，永远都体会不到这种狗向你奔过来的这种心动的感觉。老师，过来！跑快点，奔起来，让你奔跑，奔跑，你懂不懂？你懂不懂什么叫奔跑？滚，下去！对，别上来了啊！